拍手。访视瑞芳公共托老中心，侯友宜打副市长整鸡排，还上演拔菜戏码。拔菜，这个菜哈，有一些营养不良的菜叶哈，爱搞活跃的，更加。一语双关，意有所指。侯友宜关心小农环境，再重申反对深澳电厂。侯友宜呢，用双脚走遍新北，致力呢守住新北唯一的蓝天。不过台北市长的选情呢，也紧扣双北选情，其中陈菊也被点名可能参与首都之争。从高雄市到总统当秘书长，那又被老县长要请去当竞选主任委员，又听说要去当什么？参与台北市的市长的选举啊，真的听起来，玉姐真的是一个重量级人物了哈。对于绿营台北市长人选，接下来如何连线苏贞昌，侯友宜不愿多做评论，但话中带点酸味。而针对敌对阵营会刊《中港大牌》愿景馆，苏贞昌质疑新北市府在第一时间跳出来代打，侯友宜帮说话。老县长对《中港大牌》愿景馆。有无赶快看法？新北市政府站在他的工作职责立场，伊爱提出来做些说明，这嘛是伊的职业啊，这嘛是伊的工课啊。怎么防自己的竞争对手？侯友宜选战主轴拉高层级打中央，真正考验才刚开始。环宇新闻赖伟凡、陈怡蓉，新北市报道。